来看一下十六个姑娘对谁的感觉最好。四号领地儿，你是做婚做那个农村大喜一条龙的，那你这是不是红白喜事都通啊？基本上吧，我现在也是红白喜事都做。我说有机会让你尝一尝我做的大喜，今天看看我的手艺是什么样的。我要把你先家去，咱俩就正好一条龙了。那我们都想，我也觉得你俩是一条龙了啊，一条龙了。这边演出完了之后，这边直接去大喜，对不对？这可妥了，整个那一袋红白活你俩全包，一系列是不是？一会儿让你尝尝我的手艺，看看我做的菜怎么样。哎呦，今天我做了六道菜，代表今天我六六大顺。好，好。今天大家尝完了这个，你现在是在大岭镇特别有名是吧？对，我觉得接下来在大岭镇的周边啊，所有的地方你算出名了。做大喜还得找咱们这个毛文杰毛师傅。太对了，是不是？那现在是十六盏灯都灭了，有没有什么愿望？可以请心动女生吗？啊！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厨上场的时候选择的心动女生是谁，来一起来看。四号领地儿，来，掌声有请。哎呀，这刚才还说呢，这要是跟领地儿牵手了，这红白喜事儿你们俩全包了啊，是吧？还做这样的一种憧憬呢。大叔今天来是奔着领地儿来的，是吗？对，啊，奔你来的。用心交织的手，你喜欢他什么？什么打动你？我觉得他应该在是人前比较强硬，应该是一个比较想找一个依靠的人。我有宽阔的肩膀让你依靠。如果你出去工作，未来我可以给你做可口的饭菜。觉得跟你有一些相同的经历，有一些相同的爱好，我也比较喜欢唱，我也特别爱唱歌，而且我今天还为你准备了一首歌。哦，哎呦，我先为你唱一首歌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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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你让他带走了你的灵魂，他在你心上留下了裂痕。破碎的心从此不再完整，没有他的夜晚从此变得陌生。我愿做你最后一个情人，守护着你每个清晨日出到黄昏。忘记他曾给过你的温存，每个夜晚不再有泪水翻滚。我愿做你最后一个情人，守护着你每个清晨日出到黄昏。忘记他曾给过你的温存，愿你还像原来一样的纯真。这个歌选的也是很有意义，很特别的。这歌词饱含深意，也许我的嘴挺笨的，有一些话我说不出来，但我用这首歌表达。我还为你准备了一道菜。哎呀，谢谢。哎呦，哎呀，这可真是哈、啊，有惊喜，然后呢还有礼物，现在就可以去拿准备的礼物了。好了，好吧。来给大家呈现一下啊，把这个喜字周起来，喜字周起来看一下什么菜。哇，好好好，来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是这道菜呢？啊，因为给领队送两只助手，希望我们可以幸福的牵手。哎，别说
你别说，这就是牵手的姿势啊，你看看啊，对，哇，哎呦，好有寓意啊，送上吧，送上吧啊，好有寓意。在爱奇艺网上都说说，嗯，因为工作或者什么炒作呀，还有因为没有跟别人那个有人奔我来过，我觉得你应该看过，然后说没跟那个兵哥牵手，都被很多人骂我。然后我觉得吧，就是人活着就是为自己而活，嗯，首先我们要做一个有原则的人，嗯，要为自己负责任，也要为其他人负责任。咱俩之间我对你没有那种感觉，嗯。然后谢谢你，祝你幸福。祝你也幸福。玲玲，我建议啊，既然礼物已经拿来了，喜字呢让大厨领着，猪手呢你拿走，各自收取各自的那份祝福。